小伙伴们，这些都是我不想要的一些卡，偶尔卡，还有一些，这不会是假卡吧？好吧，看看能不能跟小姐姐换一些，换不换？我把这些卡都给你看一下。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今天又没事干啊，来闲着没事干，这些是我不想要的乌拉卡，有没有小伙伴想换呢？我今天又来邻居家来换卡，好吧，看邻家在不在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卡包，看能不能把他卡包给骗过来换过来，好吧，这些卡我都不想要了，哇，地方家里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啊，也没人要了，可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，可能就扔掉了，这些卡感觉还不错呀，好吧，看看邻居家的小姐姐在不在，好吧，先敲个门，看看有没有人，怎么没有人呀？哎，怎么没有人呀？小伙伴们，这怎么办？没有人怎么办？再敲一下，怎么不开门呢？难道不在家吗？哎，开门了，哇，开门了，好吧，我们来跟他换卡吧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你，不给，不给，哇，他抢，哇，小伙伴们，小姐姐有好多好多的卡包呀，真的羡慕。好吧，我看用这些卡没用的卡，我不想要了，跟他换卡包，看看他换不换吧。行吧，哎，这些 SP 真不错，哇，好想把这些 SP 给换过来呀。哇塞，这些 SP， 我最喜欢 SP 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不喜欢 SP 卡？好吧，看能不能把这些 SP 给他换过来。哇，好多 SP 啊，估计他不舍得换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小伙伴怎么办呀？你们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我这些卡能不能跟他换？哇，好想把他 SP 给他换过来呀，加油加油。好吧，现在看看我这些好卡 OR 卡能不能把他这些所有的卡包给他换过来吧。小伙伴们，我这些 OR 卡换他这些卡包和 SP， 你们说值不值？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说亏了还是赚了？小伙伴们，这些都是我不想要的一些卡 OR 卡，还有一些，这不会是假卡吧？好吧，看看能不能跟小姐姐换一些，换不换？我把这些卡都给你看一下，我这些可是都是好卡，换你这些所有的卡，换的话就给我吧。哇塞，这人太好了吧，他真的给我了，哇，又给了一包，哇，又给了一包，全都给我了，哇塞，这太好骗了吧，哇塞，好开心啊，哇塞，哇，这也给我了，这个我不要，好吧，我好想要这件 SP 啊，看他能不能给我，哇塞，他也给我了，哇，小伙伴太牛了吧，现在咱们回家去拆卡吧，好开心啊，哇， OR 卡换了这么多 SP， 还有这么多卡包，小伙伴们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一定是赚了吧，他还很开心，那些卡其实都没用，小伙伴你们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，哇塞，我感觉是赚大了，现在回家吧。哇，小伙伴们跟邻居家的小姐姐换了这么多，这些都是 SP， 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哇，好多 SP 卡呀！哇，小伙伴这么多 SP， 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哇，还有赛迦，哇，还有这个 SP， 哇塞，小伙伴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这些 SP 卡有人要吗？哇，好吧，好多 SP 啊！好吧，迪迦哥不用，现在开始拆卡吧，看看能不能出什么好卡的。先来一包闪光版吧，小伙伴你们想不想跟我换卡，想不想换？哇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好难捡啊，一张 WCR 卡，有没有人想换这张卡的？好吧，看看里面，哇，现在开始拆卡吧，先来第一包，一张 SSR 卡，再来一包。哇，一张泽塔奥特曼的 USR 卡，小伙伴们太帅了吧！继续，看能不能拆出什么好卡。哇，又出了一张 SP， 哇塞，小伙伴有没有人想换这个 SP 的？哇，好帅啊，这么多 SP 我都不想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想要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